我有个表姐，其实我之前还挺喜欢她的，因为她那时候比我年龄大，然后去了 Berkeley。我就是因为看着她去了 Berkeley，所以我后来就有了努力的目标了。后来我也去了 Berkeley，但是她这个人呢，做人特别差。她呢住在旧金山，每次跟我姨妈来的时候呢，就请她吃饭嘛。我就跟她说啊，我们去这里餐馆吃饭吧。她说不要，我要去另外一个餐馆。啊，去了以后点菜呢，他们家里自己全部点完了，不给我们点，也不给我点，也不给我爸妈点。然后呢，点完菜以后呢，买单，我说我去摆。然后他呢，假惺惺的说了几句，然后就等我，还是让我去买单了。所以，做人你要懂得一点点，最起码一点点人情世故，是吧？你自己选餐馆，你自己点菜，那你就自己买单。你怎么可能说什么东西都自己选，然后让别人付钱？一点基本的。小红书。